倒掉，好嘞。你变只要唱一趴，啊，我叫你出来唱啊唱啊。我怎么变嘛？哎，你盖老钱嘞，你盖老钱嘞。本来就是啊，你这三五有够三八，莫怪我少爷常常咧骂你，讲你三八假行为啦。咱来吃，过来讲啊，拢做高楼啊，唔好去做着乌皮啦。哈，会当今仔你唱连歌，你唔唱，你唱得变调啊？我唱连歌，我唱一趴尔。啊，这种场面，爱啥物流行歌讲啊？你甲我讲。哎呦，你我学着啊，可怜呢哈。啊，你若要唱，爱用钱请我。红纸不是你的啊，红纸，看你啊，笑。这个什么场面啊？你唱这个歌啊，你唱西洋啊？啊，这不能唱西洋啊，靠腰！嗨，啊，不能唱。我钱乎你遐尔济呢？顶头，我看看了无半项，啊，你安尼心里怎会我钱啊？一百万哦！我来啊！吓死一团！我都开了你嘞！开！啊，你好好听你开了。我嫌搞笑就嫌了啊，你嘞？哎呦，要求骨了哈！我提高你的手啊！啊，你即马敢开这个？你敢讲？你怕什么喏？无我用动脚动手啦，莫安尼啦。咱哦，钱公家的，咱得啊，对无？嘿。也无惊啊，钱我替你开，啊无安尼啦。我来三秘书啦。给我三秘书，对无？是啥物物件三秘书啊？哈？啊无我来出阵头啊。你敢袂晓？靠腰，我出阵头内行的你唔捌啦。安尼，较早较早去出新，嘿嘿，主，嘿啊。你有知吼？你怎讲？我知啦。嘿啦，去学白棋啊！哦，嘿啦，你出点头。现在